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配音有多离谱，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动漫角色的配音都是怪物一般的存在，但是看完下面这段视频，你才知道这些配音员到底有多颠覆认知。第三，美羊羊。你没事吧？好可爱呀。而暖羊羊的配音其实也是他。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。第二，灰太狼。哎，老婆，这可能是个陷阱，是专门给我设的个陷阱。而灰太狼的配音其实还是喜羊羊的爸爸智羊羊。她并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但是在照顾冰冰羊的这些日子里，我们已经把她当作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一样了。第一，懒羊羊。实在想不到懒羊羊的配音竟然是个女性。大家好，我是懒羊羊的配音梁颖，非常高兴看见你们。而这位姐姐可不简单，她同时也是焦太郎、潇洒哥、小灰灰的配音。要解释一下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先知。对不起，暖羊羊，我只是随便说的，你不用减肥。